来，你给我回来了。啊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什么叫又回来了呀？我自己家回来，怎么这么不受欢迎啊？不是，你妈的意思是说啊，你在学校那个宿舍，他离……对你住宿舍，你可以多睡半个多小时才起床呢。 你这要从家得路上堵车，少睡好多懒觉。没事儿，不怕。什么没事儿啊？啊，妈是按摩小李，你没法带家属嘛。我这次不是找按摩小李，我是找悠悠姐的。什么悠？你怎么想的？ 悠悠姐是榜样，我要时刻向她学习，所以我要时时刻刻跟她在一起。豆豆，赵阿姨，王浩浩，走，我就让豆豆在这住嘛，这有什么呀？两个孩子住一块，互相督促啊，互相学习，比着臭美，这种心理我最了解了。哎，要是搁我小时候吧。 我就想天天跟老婆睡一块儿。赵阿姨，像您这么心地善良，将来一定会早日康复。你看，这都会说话，我就喜欢豆豆这样嘴巴甜、聪明。豆豆，就安心在我们家住啊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嗯，就是我不知道这家里面其他人是不是也欢迎我啊？欢迎欢迎，当然欢迎。不是，是那个。 那屋地儿太小了，只能放两张床，你放哪儿住啊？哎，你甭考虑我啊，我睡沙发就行。哎，妈妈，您跟着瞎掺和什么？我出去睡沙发，您你这个发烧刚好，老睡沙发呀，对身体不好。你睡小床。那要不然我睡哪儿都行，我听你们的还不得了吗？怎么了？有问题？啊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 全票通过了，哈哈，我留下了。嗯。哎，我媳妇，我来吧，你来什么呀？ 昨天晚上睡不着觉，然后我就想吧，咱还是先别跟大姐说呢，万一她一听咣当又过去了，咱之前前功尽弃了，咱得多后悔啊！那也行，慢慢再跟她说呗，不着急，好吧？嗯，是。还有，嗯，先把重要的事儿办完了，好吧？什么重要的事儿办完了呀？ 不是，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。嗯，这是咱俩结婚以后第一个生日。嗯，我想吧，嗯，好好给过一过呀。你想好好给我过生日啊？啊，一家之主，啊，想给唐金锁的老婆，王浩浩的干妈，你们家按摩小李一家裁缝，隆重过大寿。 你活腻了？是活腻了。咱俩出去过呀？就咱俩？出去过？啊！哎呦喂！笑死我了！<笑>那个，我刚才看那个电视啊。啊。 这样大姐知道了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前两天反正我已经夜不归宿了。你请假回家也是正常的呀。反正就跟老太太说说不就行了吗？那你觉得老太太真心愿意吗？老太太，老太太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正常的事儿她有什么不愿意的？那就太不懂事儿了。
那个一会儿您上班呀？啊。哎呦，我现在自己都当贼了，回家我都害怕。不调和，不顺畅，总得找地方发出来。还说我呢，你看你那，我怎么了？你看啊，跟小数点似的。都多大岁了，还长这么难看。挺好，挺好的，真挺好的。什么呀？我喜欢。那我先走吧。行啊，快来呀！哎，没事。你少说风凉话啊！谁说风凉？这么大岁数，长痘还好看。我走了。小数点我都打了一辈子交道了，我挺喜欢的。我怎么会跟我喜欢的东西说风凉话呢？不会的，放心吧。